就历1397年，大陆毁灭，无数生灵葬身血海，史称血海之劫。诸神创造完美大陆，并将神与妖的幸存者接引至此。完美21年，中路高原发现诸神留下的众庙之门，修真始盛于各地。次年，怨灵就在前面，按住并移动摇杆上前探查。线索显示这里有很强的怨灵活动迹象，阻止怨灵的计划，点击普攻按钮，攻击很强，用技能对付他们吧。让尝尝这招的厉害，让他们尝尝这招的厉害。来得太晚了，九九零，世界将重归黑暗。走了，点击此处切换任务标签，看看现在依任务追踪，追上去。很好，可惜只引来了这点人。在此选择喜欢的屏幕教室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走上前问问吧。前面的人好像有话要说，正好找他问问吧。你总算醒了，盘古大神保佑，刚才天上这么激烈的灵，是一只猎鹰带你到这里来的。话说回来，你说，哦对了，还有送你到这儿的那只猎鹰，他也受了重伤。喂，你不是把脑袋？除了咱们妖族，即使是开天，喂，除了咱们妖族，即使是开天辟地的盘古，好吧，看来你还啊，咱们妖族有怪物物品要从怪物身上获得，这怪物可不是你的对手。
点击按钮攻击他们。使用技能轻松消灭他们。使用技能轻松消灭。挺够了，回去交给指引者吧。嘿，真是好样的，看来你还哈哈哈，不开玩笑了。不过嘛，幸好你遇居然还有这种事，好在是及时赶上了。点击任务追踪自动。这回好了，深呼吸。长老常说唱歌留神看好。记住了，宝刀要精。咱们都是同族，最近咱们这边我已经和这家伙打过招呼了。不知马商在哪里，去找他吧。雄壮威武的盘古后裔，强大的妖族勇士啊，欢迎您的光临。在下这个小小的人族马商，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？原来您就是那位，在只是近日以来，在下不愧是惩恶扬善。选择喜欢的马儿之前，先走进马群看看，点击任务追喜欢这匹马，点击按钮开始驯服。点击任务追踪，自动寻找下一步目标。马儿和你还不是很熟悉，和他交互一下吧。马儿似乎很高兴呢，可以继续任务了。在这里就能上马了。骑上自己巡抚的马儿去见卫兵吧。按住屏幕拖动可调整。你好啊，修真者。你刚刚骑的那匹马可真不错，其实本也不用这么麻烦，只因没错，最近万化城内，其实本也不用这么麻烦，只因前些日子地上有古怪的痕迹，仔细调查一下。点击任务追踪，自动寻找下一步目标。点击任务追踪，自动寻找下一步目标。怎么样，发现什么线索没有？
你说怨灵？祖龙城的夏风将军会时常传。密报藏在高处，点击这里起跳。就在箱子里，点击操作按钮来拿取，成功取到密报，该回去拿给卫兵看看。就跳下去复命吧，在空中再次点击，可进行3次点击将向前突进，第4次点击持续冲刺吧，成功取到密报，该回去拿给卫兵看看。夏风将军平时传来的都是几张纸条而已，这些家伙搞的鬼画符我可是看不太懂。长老亲，怨灵又有新动向，果然是怨灵。最近事态紧急，马上去禀报长老吧。又一位年轻的修真者，看，哼，我就闯心吧，咱们早已经准备好了。年纪，我手下的探子回报，不必担忧万化城的。在你面对约，现在就前往祖龙城吧。战况紧急，没有时间多叙，这里的情形你都清楚吗？此时此刻，怨灵部队正在向西门接近，你们立刻奔赴城西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守住城西。城的怨灵太强大了，我们得暂时先奔赴城西迎敌。
好危险，快躲开红色区域。你受伤了，让我来治疗你。虽然我们暂时击退了九子鬼母，但怨灵的阴谋不会就此罢休。怎么了？感觉你的脸色差得很。糟糕，你的灵力本就……你速速回去见本尊。既然已经与人类和羽族结成联军，我原想将这终于化险为夷。你在先前遭到怨灵伏击时已经灵力，最近城里的老师那里正缺人手。去找药师，看看有什么能够帮忙的。长老派你来帮我，太好了！铁匠的小徒弟被仙人刺求伤，看到附近这些生满了毒尖刺的药草没？就是它们。虽然采摘时会对皮肤造成伤害，但论治疗是，我很难找。任务追踪来帮你。在采集时受伤了，点击按钮打开角色界面，点击一件真气质物品也一样。是否收集仙人刺球的冰凉云？对了，我看你双眼间有金光，一起看看怎么学技能界面的。这次就让我来帮，决定好的话技能都提升了，点击收起菜单，要从怪物身上获得，去击败怪物吧。任务物品够了，去交给铁匠吧。怎么是你？我徒弟呢？这个忙不会让你白帮。大叔要帮我们经验，如果成功的恭喜，经验成功，你的装备变强了。以后可要记住经验。嘿嘿，还有件事儿需要你。太好了，
点击任务追踪，自动寻找。你总算来了，还这女孩也遇到怪物了。就在这附近，小心她。点击任务追踪，自动寻找下一步目标。还好你来得及时，我看你年轻有为。点击任务追踪，自动寻找下一步目标。长老来信说，修真分为进来，这副现在需要麻烦。既然能感应到天地间的游散灵气，化为魔物也就是逃不脱的命数了。我们不能再让这魔物危害附近的生灵，前去消灭它，给它一个解脱吧。完成修真任务可以提升您的等级和修真境界。你就是来剿灭无头鲸。
点击任务追踪，自动寻找下一步目标。云哥，世事轮回，然而这只。点击任务追踪，自动寻找下一步目标。看来你已经突破了那道门槛。还记得怎么精炼吗？精炼的入口在这里，武器还不够，我来帮你祈祷。精炼成功，运气不错嘛。恭喜你掌握了精炼武器的方法。点击按钮，打开。点击按钮，点击一键升级，可提升所有已掌握的技能。点击按钮，关闭界面。非常好，继续努力。